轻重，无沙锅。他好像没刮干净，胡子刮完有黑点怎么办呢？用这个。你们一个承诺，就是说你们在收到货之后，收到咱们的产品之后啊，你不满意的话，你说你要退，我都无理由给你退。我们做的是口碑，知道吧？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嫌贵。这么好用的剃须刀你用过吗？绝大多数人还在傻傻的用老式剃须刀，不仅刮不干净，还容易刮伤皮肤。快来试试这个创维原始迷你剃须刀，别说是剃须了，理发刮眉毛都没问题。它采用德国巴蒂金刚刀头，上万转速马达，不管你的胡子多粗多硬，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。柔性刀网设计完美贴合面部，各种难剃的部位都能轻松应对。虽然这个宝贝很好用，但我劝你们不要着急买，我怕你们错过今天的巨大优惠。今天只需要一顿早饭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，关键是它只有鸡蛋的大小，出差旅行走哪带哪，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了。更重要的是超长续航，充一次电轻松使用60天，我们是厂家，只赚良心钱。视频中看到的什么品质，收到的就是什么品质。